你为什么这么傻呀？雪测算大王下落，卦象究竟如何呀？军师，快请说呀！快说呀！到底如何呀？军师，你这是……军师，到底如何呀？快快请说呀！在世间了，雷祖，雷祖，主公，早日恢复。我的眼睛好不好并不重要，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。哦，水打完了，你快喝吧。来，你先坐下。你的水，这儿。
我是无故掉眼泪。幸福？难道你跟我在一起，不觉得幸福吗？幸福？我是一个粗人，不懂这种文绉绉的东西，不懂。你不懂的，我可以教给你啊。幸福，就如同蜻蜓点水，是一种淡淡的感觉。淡淡的？对呀，幸福，只要你肯在我身边，我便是幸福的。些日子了吧？是啊，幸福总是如同流水一般，稍纵即逝。可这望月花谷的神奇之处，便是在于没有夜晚，没有时光流逝，它可以把最美好的时刻给凝固住。林夕，眼睛的伤势也几乎全好了吧？我还是有些看不清。我在想，都这么久了，雪莲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星火，送我回去休息吧，我有些累了。我有些担心雪莲，小鱼儿还有米俊飞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还有我们寻找十二生肖的大业也尚未完成。林夕，你看着我。林夕，你便是星虎。你是谁？我是谁重要吗？你还记得你曾做下的好事吗？亲了吗？哎，别再叫我小鱼儿了，那是我当时在凤凰城他们给我取的绰号。我的本名叫耀天。耀天，小虎哥还记得吗？那日我落入沼泽之中，却遇到了龙姑，她便赠我一片龙鳞，又用巨大的气泡载我从沼泽中脱身而出，去寻找我的娘亲。我虽未见过，但听他们对我说过。之后呢？之后怎样了？那日，我载着巨大的气泡离开了沼泽，一路向东飞去，穿越千山万水。后来我实在困意难挡，不知不觉
别睡着这口水得留到最后，还有很多路要走。这年头，好心没好报，早知道就不救你，自己喝了。沈妖怪，看在你救老夫一命的份上，老夫可以满足你一个心愿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真的吗？那你就让我逃离这个荒原吧。这个我。
应该太阳所指的方向就是东方。我想一直往东走，应该就能走到。哎呀，你这小鬼还真有点小聪明，那就跟着老夫走吧。快显灵吧，救救这个老爷爷，快救救老爷爷！龙。
命龙鳞，快显灵，快救救这个老爷爷！相救之恩呐、在一起，以弥补他过去失去的时光吧。
谢谢爷爷。这个小鬼灵精。娘，孩子。娘，我想你。这龙门才能成为真正的龙。今天也是该为你行成人礼的时候了。这便是我当年从你身上取下的龙骨，今天便是还给你的时候了。终于找到娘亲了，小虎哥，可是为何雪姐姐和米大哥呢？也难解。米大哥。
你说。星火，你眼前看到的
一切都是我的错。若不是我，闭嘴雪莲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雪莲，我真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我以为你们会各自过上各自的生活，从此天各两边，而我和星虎就会在这望月花谷中快乐地生活下去。渐渐的，他会忘记你，忘记生死，忘记一切。都是我错。一切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你的眼睛不是盲了吗？该随时除掉你。有了燕儿这副身体，竟也拥有了他的一些记忆，一些感情。给我，来追我，追我就给你。怎么样，小时光？每次跟星虎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莫名的快乐。所以当我看到他跟雪莲在一起，我便会觉得心痛。本来几番想去害雪莲，因为自己大意，却被水鬼抓入了幽都鬼境。星火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日在幽都鬼境，你为了救我，甘愿承受地狱间莫大的痛苦。起我便知道自己无法再对你下手。